连上任都上了，咋样的？你连打电话就把折寿司连就退费你。上回折寿司才还10万块钱，没看这回得多钱？这次最少得30万。啥30万？这再不是一条三，二比夸我表叔看的，还留些钱？没有。现在你是看先上了，你是先凑。我这人看钱也紧张，我在有的，然后给你。不行，把你弄起，谁还没有钱？俺都没有钱，你没钱，俺也没钱。妈，那咱先给俺爷说，钱给俺爷，我不用看。不行，俺你给我给老妈呀都不吃都不连吃，比这吃个长。上回咱把折寿司，俺都花了10万块钱的，这回给俺结个婚又没得钱，你几个凑不好钱吃了。我从谁长大，咱爸妈都见得我，这花钱用上时候，这都嫌我。咱爸咋见不得你？从小被你心疼咋啥样的？到这那一可没钱。当初我把老婆惯成这样，到老还跟我不管。他奶奶把俺干娘当了，俺也不管。妈，你看俺姑跟娘家咋都不想提钱，那咱咋拿？你把年穿，你到俺妈家老大看家咋拿？伢掉头子，姐你是老大，你都不出钱，底下让俺个谁吃？你上家，啥？人不在了。看看看，还有喊啥？这人不在，寿司也不用做，不用掏钱的。我的老父亲，一生牵挂的你，看着你长满老茧的手，他们岁月的泪滴。